If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William 陈伟霆。男生嘛，肯定是游戏的区域嘛，从小到大都希望有自己的一个小空间，十个有九个都是说用来打游戏。80年代就有的那一种有摇杆，就在这里控制的一个键盘，就这样打的那种游戏嘛。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嘛，经常去游戏厅去打这种游戏了，所以刚才看到就有一种回忆杀的感觉。最让我深刻的是它有一个大屏嘛，要用手机扫那个 QR code， 然后就两个手机可以一起玩。它在吃那些 Cold Crush， 就是如果两个星星碰撞在一起的话， Cold Crush 就会掉落更多，你就会赢了更多，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对，跟小鸟合作了这么多年，就是每一次出席不同的活动也好，以前开演唱会也好，重要的场合也好，我都会佩戴一个 Gold Crush， 因为这个菱格纹是代表着它的整个设计的灵感，而你永远觉得它过时。很多单品都会体现，比如说它的 2.55 包，然后每一次我带出来，以无论是男生或者是你身边的异性，他们都会说哦，哇哦 ，Cold Crush。我觉得神奇的地方是，你戴一个金色，我会永远是加一个银色。有时候会加更多的，你不会觉得 too much， 你不会觉得 over， 男生女生都会很喜欢的一个 accessory， 我觉得非常成功。我觉得我自己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天赋型的选手，我觉得自己很聪明，我觉得自己很有天分，我觉得上天对我很好，做什么事情我都会特别棒。然而我觉得这只是个开始，真正你进入了你要干那一项专门的东西的时候，无论你觉得自己是多天才，你不努力你还是比其他人慢，你还是会掉下去的。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我还是个天赋型的选手，但是我还是需要每一个项目还是要后天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才会达到我想要的成绩，或者是我想得到的东西。嗯，红婵吧，红婵，我可以这样说他吗？我是关注的就是跳水，我就看看他会有几个项目，然后我希望他可以继续拿到好成绩，但是也不要有压力，但他已经很棒了。